要防御剑啊！哎、欸，不要！破破！哎、欸！我是还有其他游戏啦，只是我不能就这样放弃。哎、欸，我看成黑人的护符、欸，哎，糟了，不可以就这么简单的放弃他。烈火弓，好啊。嗯哼。啊，火在哪里？啊，怎么没有烈火的感觉？哦。射出去要有红色的才会着火，是不是？啊，这关结束，换游戏。找不到游戏，还是我要去买 Switch 了啊！天哪，虽然宝可梦，我觉得我玩不得要多久啦。哦，我在拿 buff 的时候无敌耶、欸，好猛哦、喔！屠夫剑使承受者伤害加深，哎、欸，减抗性哎、欸。啊、青菜啦！哦，好痛哦，20哎！我劝你不要逼我。哎、欸！什么啦？哎、欸，你们想要看我玩什么？下棋应该就算了啦，会下棋人太少了。哇，这个祝福不错，重生小精灵。哎、欸，这不就是复活队友的吗？明亮药水。速度提升哦，好速度哦！哎小哎小，我没办法回答你。都看看什么？看什么？什么？什么？秒到！哎、欸，这锤子有点白痴哎、欸！哎、欸，不要！我要射，我要射。中祝福，回来！
红色宝箱没看过。哎呦，啊喏，啊，我捡不到，等一下 ，kill 不？哇！什么东西会是喷钱吗？哇，不是给装备哦。嗯，16滴血，先补血呗。哦，原来是，因为我也没什么游戏啦，不，我很多游戏啦，只是好玩的不多。安安哦，啊，这次又是什么啦？这什么东西啦？这样子吗？好，开打。十恶不赦的，啊？不是，他这个剑士不能微调，很难玩哎、欸。哇哦，你完了。对不起，我完了啊！不是，哎，不行，你太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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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然后往下撞，对不对？哈，哈哈，会打了，你完蛋了。啊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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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干嘛？你要干嘛？啊！然后嘞？啊、你比螃蟹好打太多了吧？三四五，你比螃蟹好打太多了吧？才第一关该有的王啊！怎么刚螃蟹这么难？财富 ，Switch 运动类的游戏吗？我就是没 Switch 哦。九六。集市，那、啊、这是什么？上升祝福，清毒祝福。哎、欸，那这个两等好了。对啊，将附近五个物体变成黄金，不包括生物。哦，怎么看起来很帅？啊，白痴，这不是武器哦。好好好好好，召唤川普围绕群身，哎、欸，干什么？哎呦，
不要，他应该有防御键呐，怎么可以这样子？说爆就爆哎、欸，要死掉了啦，捡不起来啦，哎、欸。哎、欸，爆破戒指，嘣！冲啊！哇、wow、哦！怎么使用技能啊？白痴哦，让我试一下技能哦，有了啊！我有看错吗？就这样。死神职业。好啊，他是不是让我？他是不是不想让我离开这游戏？死神欸，哦，这么下面哦，开局拥有死神镰刀，减少二十死神。啊，镰刀能干嘛？星星星星，魔法伤害，吸收目标的灵魂，每一个灵魂可以增加两点近战和远程攻击力。连续吸收五个灵魂会获得永久一项随机属性。哎呦，哎呦，是不是有点有点弱？哎、欸，他把我东西捡走，你去死！嘿、欸、嘿，你去引爆他，灵魂是我的。十连击。哎、欸，死神好好玩哦，易燃祝福。哦哦，没看过的。哎、欸、，buff 卡在这边，作者，我要捡那个眼睛。哎呦 ，buff 没了吗？哎、欸，这个职业该不会就是一直砍下去吧？不然就没有了、欸。然后，所以我只能一直。拿着镰刀欸，我不能换欸。换。欸、我比较气的是他把我道具拿走啊，那个我还是没看过的道具欸，我怎么上去？欸，自己人。欸、这么好玩哦！圣洁者之弓，欸，他真的是很白目欸，
空中祝福。安安哦，死几率掉落物品，哎呦。其实现在雨声很大啦，所以我等下讲话可能会音量太大还是什么，敬请期待，不，敬请见谅。就是你那种很像喇叭耳机开很大声，然后跟朋友讲话，各位哈，你说什么？哦。欸，会不会献祭东西结果被吃走啊？那我不要献了。欸，不行啦，怎么又是这只啦？这只如果我挑战失败很丢脸呢。而且我没有远程武器啊。欸，这可以吗？他射谁啊？不会是我吧？哎，我的东西回来了！哈哈，等一下，我完全不知道，剧本不是这样啊！我怎么都不会玩了啊？等下这游戏怎么玩啊？对不起，我不该笑你的。啊，对不起！等一下，我不会玩，我真的不会玩。怎么那么难玩？等一下。再是哪一招？等一下哦，啊，这一招不是啦，他飞太低了啦！哈哈，等一下，哎呀呀呀，不是啊，我没有，我刚刚那个是弹弓，不是弓箭呢、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我道歉，对不起，刚刚那只王真的很强。还是因为气，我只会跌到十层欸，
那也给我吸血嘛。啊，怎么会？哎呀，不会玩了啦，好难玩啊！安安哦，早安早安。你干嘛？你走开，你走开！啊！黑暗羽毛。要死掉啦！好啦，换游戏了，八点了。我的拇指已经开始肿了。所以他只解锁这个哦。没有进去的衣服穿吗？下半身。好，我们换游戏。等一下哦。哎，真的要找。耐玩的好难哦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好啦，我再去翻翻看有什么游戏玩。退出，退出。我还有什么游戏呀？是有很多单人游戏，可是我自己都不确定好不好玩啊。啊看一下哦，商店页面。哎呦喂啊！哦，这款哦，这款我觉得算了，我玩起来一定很强。那，哎，好难哦！怎么找个游戏玩那么难？阿贝在玩红彩六号，你们觉得嘞？我游戏有点障碍了。有啦，这个就是那天你们推的啦，我就看你想玩啥就玩啥，很难呢。你看刚刚那个游戏玩到也是有点。有点难过啊。嗯，我看一下哦，16000×900 play。啊，这游戏我改一下名字哦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！声音这么大。好的。我们来新增一下，游戏截取，这款游戏，DAYS。新增来源，特定，这个完成，有吗？有了有了。游戏名称，
程。不会啦，今天应该不会开气球吧。好的，这款游戏就是上面打的英文，然后我看一下我会不会改。设定欣赏，哦，我还没有欣赏。怎么更改游戏？哦，这个找到了，游戏名称，更新资讯。啊，声音有点小。好了，这款是之前前天吧，那时候秋季特卖最后几天，啊聊天室就说这款很推荐玩，啊推不推荐我玩我不知道，退取插件啊不好意思我用不到了，我以后都用不到了。新游戏，这款就是打僵尸游戏啦。实际上怎么打我也还是不知道。在干嘛？他牛肉这样夹的哦。好嘞，这是什么？对啊，牛肉三明治哎、欸。